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勇者启程是干嘛的？哦，它类似一个阶段性的成长，就是你角色成长到某个阶段之后嘛，会获得相对应的奖励啊。一开始好像人还升蛮快的吧？好，然后在这边。任务的部分，哎，好，OK，然后再来是前往，我看一下哦，获得三个镜。这边的话，毒性递给。刚刚我点的是什么？哦，暗影打击哦，然后再是什么毒性递给，还是这个什么火焰哨站我来装备？这个什么火焰哨站我来点好了，领取。然后这个参加一次竞技场，现在参加一次哦。所以参加竞技场是怎样计分规则？我看一下，它字有点小。捡取掉过的星星可以增加基础分数，倍数倍倍倍倍倍。然后每层有90秒限制时间，需要击杀5波怪物。如果在40秒内击杀完成即可，则可以跳关。剩余的时间可以转化为倍数，然后过时间耗尽时，时间耗尽则游戏结束。好，Come on, baby。哎，我刚点到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才点到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才乱点的，哼！满足，然后直接跳第二关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他们在打掌空波吗？所以他旁边四个角角是干嘛的啊？哎、欸，我刚按错，靠北。哦，红色红毯，躲红毯，躲红毯，不然要被。旁边。有。所以第几波啊？哦，再小心点，哦，有点痛，报告，我是有点痛。到吗？我打赢了吗？打赢了吗？哦，还有，这有几波啊？到底有几波啊？看你咬死、欸！干！我要死了！救命！哇，这也太夸张吧！哇，怎么多？哇，我怎么多？哦，哦，还撑得住，我应该还可以。哇！别笑！我撑得住，可以。这边有信息。有爱心，赶快吃爱心啊！我爱心我不见。还有吗？没吧？还有。哇！哎、欸，等下，这太夸张！哇，好痛！我觉得玩这个游戏的人应该把那手机画面磨破哎、欸。
我就玩这，我这，我觉得玩这游戏的人会把那手机画面磨破。看这家伙怎么，哎、欸，打一个没啊？还有吗？还有？看这家伙，看这个这个竞技场怎么有点难打、啊？这竞技场有点久哎、欸！我天、啊，我玩的我手快抽筋，快抽筋了！啊，多久啊？刚一老师哎、欸！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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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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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开开开开开开！哦哦哦哦！吃星星吃星星，嘿！啊，往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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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啊 ，shit， 我死掉！哦，所以它是永无止境的，就对了。所以它是无限的，还是它是有一个固定的？我看一下哦。奇怪，大家是都没有名字吗？请问一下，大家都是没有名字的吗？请问你们都没有改一下自己的名字、哦，还是说这些人都暂时是电脑玩家？好吧，反正先这样吧。OK， 然后我看一下哦，精彩活动，然后这边。完成，完成，然后这个完成，多领，领多多，拿多多，然后看一下这个领取 ，OK， 然后这边的话，有人跟我加好友，这么快就加好友是不是？啊，好好，随便加，随便加，用日志悬赏任务领取，领取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击败屁股？怎么会有怪物的名字叫屁股啊？这取的名字也太没创意吧，超级没创意的。OK， 然后我们把最后一个这个是什么任务？探索五层秘境，探索秘境第五层，哎、欸，第九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所以它有两边哦，它有两边意思啊。比如说，一边三颗星高，跟一边也三颗星，所以它总共有，哦，所以有时候一关可能几颗星，代表说它有几个关卡，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有几个属性的关卡吧。OK， 那我们先来打这个，我打这个好了，我们打完这个，然后就可以暂时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去摸一下它的系统这样的。我是个人是拼右边、啊，因为我下面就拼右边。我不晓得这个游戏可不可以用另外的蓝牙手把来玩、欸。如果这个游戏可以用蓝牙手把来玩的话，我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蓝牙手把的话，至少那个它画面嘛，我的手机屏幕不会被磨破。包括你们常玩手机游戏的人，应该会把那手机我之前听说嘛，有些人玩常玩手机游戏的啦，然后他那个左下角那个移动摇杆嘛，都被他磨的，好像被他磨的那个变得越来越薄了，那画面啊，那玻璃啊，被磨的越来越薄了。OK， 然后再是上面，走上面。是呀、啊，然后再还有吗？靠，这虎姑婆吗？哦，这么快就打赢了。前面关卡有 biu， 前面关卡都很好打的。守望披风，我还守望先锋哎。好，返回主城。每把武器都是随机的，好、哦。
我在想，哎，等一下，那如果他每一把武器的属性都是随机的，会不会有那种，比如说三种属性？哎，我刚没看到，会不会有那种三种属性都有啊？哎，然后哎，这边干嘛？哦，竞技场，每周挑战，哇，还可以拿到东西哦。OK， 然后再是什么？单个秘境，然后第五层，我一样挑战我的，还是我挑战这个、啊？因为他说要打一个屁股，叫我打一个屁股的怪兽，所以屁股应该这边。哦，等一下，有点痛，报告，有点痛，我有一点痛。哦天啊，我觉得我滑到那个，快滑，我觉得左下角摇杆，我快要滑到那个手机外面了。打死你啊！然后换另一边，极速。我被吸，咔！我被吸，就！打一下！回吸！耶！然后，哎，还有、哦，往下走。那走这里好了，是这里吗？哎，好像不是。哦，等一下，好像不能乱冲哎。乱冲好像很容易死掉哦，对不对？哎，要打 boss 哦。哦，打赢，这么快。嗯哼。拿，都拿。哇，有点难滑，是我手太油关系吗？我总觉得有点难滑、欸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吧。返回主城。然后，OK， 那就暂时先这样子吧。铁匠铺已经解锁了，我的铁匠铺。所以现在看我是一级勇者，跨挖五靠单耳地啊。哦，这边还可以强化哦。哦，这个就是强化石哦。我拿到比较好一点武器，我再来强化好了。目前，我看一下它的抽东西在哪里。武器的部分，钻石商店。还是说他武器，他武器是抽一样要，应该是也要用抽的吧，对不对？他的一些神装啊，一些武器啊，都是要用抽的吧？手足尾巴，不，我要坚持无氪玩法，我觉得不要坚持无氪玩法才最 man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装备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黑熊头巾好像不错哦。项链部分装备，然后披风。好，那我觉得今天玩的够多了、啊，那我们就这次就先到这边啊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频道可以继续追踪支持影片哦。那请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